蒋欣1983年5月8日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。蒋欣7岁进入郑州电视台少儿艺术团，8岁进入河南电视台少儿艺术团，9岁开始参加影视剧拍摄。他说最初进入娱乐圈就是为了挣钱养家养爸妈，现在时间长了，演戏是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不然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。2003年蒋欣因在张纪中版古装武侠剧《天龙八部》中饰演木婉清而走红，电视剧《甄嬛传》蒋欣把那个刁蛮专横的妃子演绎得非常到位。蒋欣给自己的评价是，华妃的那份执着很像我，不虚伪，很真，不太懂得人事。他的朋友对他的看法是有点二，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，脾气有点怪。蒋欣最近的他也是很火的，不仅出席一些活动，还参加不少好的综艺节目，舞台上也是一颗很亮的星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衣品简直就是火箭式的上升，层次感的长裤还是很穿的，很有品味的。而上身那白色的衬衫也很能打造出整体的美优雅大方，十分的显魅力。虽然蒋欣她是微胖界的女神，一身时髦的造型非常的显时尚感，优雅大方一样能很好的呈现出高挑的气息，十分的有韵味。小巧的脸蛋一点都没有受到微胖的影响，反而有着高颜值，而黑色也很适合她，非常能显白赞的肌肤。